用一条鱼做十道普通的菜，过年在家做全鱼宴。大家好，我是汤广灿，今天买了一条21斤的螺丝青。老板，来给我弄一条粉子，弄一条粉子，必须弄的店里边最大的一条哈，小的我还不要。兄弟们，看看这条螺丝青有多重，你们猜一下。脑瓜子嗡嗡的。多重？21斤呢？21斤多是？Thank you.